本分队日前接获报案，18时48分许，一名五旬王姓男子骑乘脚踏自行车返家途中，不明原因沿泉州街左转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逆向行驶，遭沿水源快速道路顺向行驶之自小客车碰撞。自小客车驾驶察觉前方有自行车，虽有刹车减速，为人反应不及而迎头撞上。据了解，王姓男自行车骑士家住万华区，自述于今年初中风住院治疗至7月时出院，发生事故当下并不清楚自己骑在水源快速道路上，也不知道自己有逆向的行为。经处理员警及双方当事人确认，均无酒龙酒味，无酒驾情事，而王姓男骑士仅手脚多处擦挫伤，所幸无大碍，现场不需就医。相关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，警方已调阅相关影像，厘清事故发生原因及肇事责任。